学麦克风。是的，是的，不是你的手的问题，是我刚才把那个，我说吃点滑冰去。是的。嗯。然后我给你，你踩上去，然后我给你拧到是吧？对。哦，你知道没？对，然后如果你再试一下，你需要的话，然后我这边给你少一点，你就慢慢。Nice, Brian. Come on. 有的，没地方。Let's go. 对，但因为你第一次嘛，给你很多那个力，是为了让你觉得 comfortable 的地方。然后我再给你少一点力。Come on, Brian.这次少很多，真的吗？少很多，但是还是用力的，对啊，还是用力的，所以你要找这个感觉，然后你歇一会儿，然后再冲刺一下，然后再来两次，我感觉就很厉害。Nice, dude.